It'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, my friend. And I'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. We've come a long way. 这四句呢的现在的说明呢，会跟底下的解释会有相关。你们先标一下好了，就是等一下我们看解释的时候，到这里是在解释的第一句，就是第一页的倒数第四行的那个对联。这个之前是在解释第一句，刚跟本季的第一句。哎，我可以，我先画再画一下好了。就这个斜线之前啊，是在解释。哦，那我的代号会这样用哈。因为我们现在是第一品，好，第一品我通常会用，习惯是用罗马的 I 啦，罗马的 E， 好，表示第一品，我选这边，比较小，好，这个表示第一品，好，加一个点。这个呢，表示第一季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讲第一句的话，我的符号就用 A， 是第一句。好，那有时候他会解释。比如第一句的前两个音节，对不对？那我可能就是 A 上面上标一至二，这个表示前两个音节。好，那我们就用这样的符号呢，你就可以很准确的。知道他现在解释的是哪几个正文字，这样了解吗？我就以这个这样去，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是D，V， V 的三十 ，C 的，比如说五到七，第五品的第三十句第三句的后三个音节，五六七有时候是后三个音节。只有七个音节吗？不一定，要看情况面。有时候是九个音节的话，就是可能是中间的几个音节这样，中间的三个音节啊。可是你就中文就不用写一大堆了，这样了解吗？这个代号。所以我们说这个，再回来这里，这个是 I 点 E A 的解释，这样了解吗？就是第一句的解释，这么长到这里。然后从这里开始哈，可以注明哈，这里开始，它是第二句的解释。那一直到下一页，到第二页的第三行，就是这个是 I 的 E C 第三句。是一到，给他注意一到，灯形灯把 A 拉一到六，不对，灯形灯把一到四而已，好，从这里开始一到四，然后再往
往下哦，到那个第七行的，第六行的，啊，填到了第六行的后半段的填到了啊，大家先到这里开始，啊，这里是，再移一下。这里呢是I 的 B D， 我们再开始。这大概啊就是知识啊，它的解释里面，如果照内容来分段的话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那这四个分段之后呢，我们再回过头来。再回到前面去看，好，我们刚刚说从这里开始再解释第一句嘛，那第一句其实要讲的是那个佛陀的成就自力圆满，刚分成 四个大段落，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要讲的有几个主题的。刚刚写的 IEA 的话，这个是成就自立圆满。那这三个呢，如果等一下看解释就知道，叫做圆灯觉法，在说明佛的功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着是恰切瓦，那恰切瓦就是 I E C 的五到九。这是礼敬的部分。这里是全说功德，当然是佛的功德了，全说佛的功德。那这个一息五到九，这几个音节呢？这五个音节是礼敬，然后
接着 ，I E D 的话呢，这个就是立式照本，你那个立式照本。哦，立式照本在那个藏王叫中巴唐教。刚刚说啊，圆的嘴巴跟恰切瓦这两个合起来的哈、这个部分跟这个部分合起来，我们叫对恰赞礼啊，赞叹礼敬对恰。这个赞就是指这个全说他的功德，赞叹功德。哦，礼就是礼敬。哦，但合称就是对称啊，礼敬赞礼。然后从全说功德跟礼敬的关系，这个先嘛，对，这个先。所以等一下解释他就是说，哦，先讲佛的功德，然后再进行礼敬。哦，等于叫做以全说功德为先的礼敬。哦，在解释里面就是这样讲，以全说功德。前行的这样一个礼敬，好，那礼敬完啊，当礼敬的主持就是一世亲嘛，啊，他礼敬佛，礼敬完之后呢，他就立誓要写啊这一部俱舍论这样，啊，所以整个第一季啊，它的一个结构大概是这样，啊，所以底下就是顺着这样的一个结构去解释，啊，字释里面。老师，我有点不了解，为什么那个寄送的一二句，他最后面为什么他需要把它名化呢？就是那个把有吗？你说的是者，他需要名化的理由是什么？是扛席吗？他留成为一个动词句不行吗？因为这个是翻译者的翻译的哈，我们只能揣摩了。嗯，他如果不加者的话，变他用他可能就要再加一个接续助词，啊，比如说类似。前面是行嘛，这里可能要用进，因为要配合他的话要用进，要再往下长过来直接进，推行跟把力，理论上是可以的，就是哦，他不能是单四句分成两组来处理，他可以你怎么样四句分成两组？我说前面因为是讲佛嘛，下面是世亲，就是他不同的主语，所以他。所以我的理解一直认为说，没有，这里的几个动词都是佛啊，都是佛，没有错啊。对对，我现在只是有点不了解，就是他一定要把它名词化，或是一定要再加一个接续助词的理由是什么？可能要看范文啦，哦，一个是要看范文，哦，然后一个就是说，嗯，因为这几个动词的主词都是佛嘛，嗯，那理论上这里应该是他可以直接接续啊，就像这里 John 可以加行，这位可以。嗯，理论上我是可以用金的，可以啊。可是现在可能配合范文的关系啦，欸，这个可能再看范文上，嗯。但是基本上这个动词都主词都是佛啊。嗯。啊，这个可能要问当时的医师哈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对不起。但是这个可能很难回答。那。还懂范文的话，去对范文可能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这个回去我也会再看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说到这里其实就是在讲他的功德嘛，有没有？全说功德部分啊，他的恰切是礼敬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会先，这个礼敬在后啊，所以他底下他就会顺着这个顺序来说明啊。